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不是你啊，谁知道了？当真有用吗？要我爹干嘛？啊！哇，真的！你以为你有钱有势，你爹是大将军就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。松手！这是。哪里来的卑贱女人，居然敢打我珍珠的文天福。这是本世子看上的女人，只能我来打她。我帮你教训她，你居然拦着我。女人，你是除了她第一个敢再打我的。很好，你成功吸引了本世子的注意力啊。司徒男主，你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圣上亲口说，圣达书院是招生无区别对待的，你凭什么让他滚？我你现在是当着你未婚妻我的面在维护这个女人？这个女人现在是我师徒男主护着的，谁敢动她？
Thank you.